生命很复杂。现在我生活中出现了敌人，强有力的敌人。我的亲人处于危险的情况，但有一个问题，我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你是个真正的英雄，不一定当超级英雄才能完成这个战局。我将为我亲人付出所有一切，我将战胜这一次的挑战。我叫陈明，我的力量在于正义。